那个到六把这个图嘞，不对，这个图哈，Ctrl C，然后回到6-3来，Ctrl V 贴上，OK，然后把它拉大哈，把它拉。点一下它，点一下这边哈，把这个图拉大，它动不了，把它拉大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下面一样，把它拉，不要到最下面哈，OK，让它有点空间，不然会跑到第二页去了。好，这个这样子没有问题了，以后 check 一下没问题，我们就把它存档，好不好？我就把它存档，OK，